坐喺關愛座上面，往往會被批鬥。
在台灣患臨關難的女子搭高鐵的時候，因體力不好而坐在關外座，卻受到老闆的斥責，要求讓座。一個四肢過半燒傷的塵爆傷者，又是不能夠站得耐而坐在關外座上面，卻被長者責罵為廢青。在香港，有青年後腳跟腱斷裂，坐在關外座，卻惹來車上的乘客歧視和批鬥。以上的例子比比皆是，關外座好心做壞事，原意是好的，但卻衍生出不同的爭議。取消關外座，標籤情況不再出現，為什麼不是利大於弊呢？多謝各位。關愛座本質上沒有問題，只是扭轉錯誤意識，引起市民糾紛。但這些問題是否有關愛座就必然會出現的呢？這個是關愛者本質上的問題，又或者是批鬥者心態上的問題呢？如果是社會心態上的問題，為何不是嘗試改善而是取消關愛座呢？其實跳入有方立場去看，現在港鐵所有無障礙措施，例如扶手機等等，都是方便有需要的乘客使用。如果這些設施即使只是面對社會上的一小部分人的投訴，是不是又要取消呢？第二，發現有方反對的原因，只是覺得關愛座造成不公，有需要的人士沒得坐低。第一，現在面對有需要的人士，例如拿著拐杖伯伯或者是七歲大的孕婦，他們自己會坐低在有需要的座位上面。其次，面對著即係當你坐在關愛座上面，面對著啲拐杖的人士，又或者是啲公公婆婆等等，連自己都會識讓座，根本咧唔會造成不公的問題。公平應該咧係按唔同人嘅需要同埋情況，推出適應同程度嘅支援。孕婦、長者等等人士身體狀況特殊，用佢哋同一般人比較係咪恰當呢？所以討論辯題唔可以咧，淨係睇一小部分人對政策嘅批評，就胡亂判定政策好壞。我方認為取消原則有兩個：一、關愛座本質上冇問題；二、問題無可解決，不存在任何優化空間。有方政策辯題必須論證關愛座本質上有著無可解決嘅問題。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二：一、無再形成無障礙社會，失去教化作用。政府同各公共衛生機構一直致力在交通工具上設置無障礙設施，希望培養公眾關懷弱勢的美德，例如專營巴士有輪椅停泊位、港鐵設有扶手機、失明人士引路鏡等設施。可見政府一直希望培養社會大眾關懷的美德，作出適當的遷就。2009年設立座位之後，衛生機構都舉辦不同的活動，希望透過宣傳培養大眾要讓座的良好價值觀。例如在2009年針對孕婦，港鐵推出推廣措施，希望鼓勵乘客多啲讓座俾孕婦。九巴都推出巴士仔讓座篇的宣傳短片，可見正正發揮設計關愛座的原意，有助形成讓座風氣。所以取消座位之後，變相令社會大眾未能夠注視到喺車廂搭車的弱勢社群，不單止未能帶俾社會一個關懷弱小的信息，甚至未能繼續培養市民要讓座的良好品格。第二，難以回應有需要人士的訴求。關愛座設立的最初目的就是服務社會上面有需要的人士，例如長者、孕婦和殘疾人士。正如引入關愛座的前九巴經理鄭貴卿所言，注意到在失平衡而造成意外的乘客入面，長者佔有三分之一，所以在車門附近設關愛座，希望減低長者跌傷的風險。可見這類設計大大方便有需要人士在日常生活搭車。針對殘疾人士，其實運輸署都設有殘疾人士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工作小組，定期和20個殘疾人士團體代表會晤。在會議入面，殘疾人士公開表示支持關愛座由2個增加至4個，因為關愛座可以令他們搭車更加方便。想問有方一副可唔可以在嚟緊嘅時間指出一個殘疾人士反對設立座位嘅例子呢？例如前衛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都話，政府目標是發展可以配合殘疾人士需要的交通運輸系統，從而加強他們的活動能力，促使他們全面融入社會。
想取消關愛座，變相嘅咧係造成意外風險增加，同時搭車更加唔方便。對有需要人士嚟講，無疑係阻礙佢哋出行，窒礙佢哋參加社會活動。最後想問有方同學，係咪取消設計更有助交通工具形成無障礙環境咧？多謝各位。咁有方案係咪成咗關愛座冇利處可言咧？當然唔係啦，多咗關愛座，我哋有一個範圍，主要話俾公眾知有邊啲係有。唔係，我就方案你自己話啲人都要睇翻佢點樣使用啊嘛，有咗關愛座佢都唔一定要養喎。咁我想方案邏輯啦，佢哋都係自己選去養㗎，呢個咪有方案嘅輸打贏要咧？就有方案，你冷靜啲先啊，聽埋我先。嗱，孕婦咧而家講緊咧，英國皇家婦產科咧調查就顯示咧，孕婦唔可以長期站。係啊，方案你答咗個科先，係咪使用者自己嘅心態去養咗就得啦？唔係咯，所以講緊係。其實呢個位咧講唔過佢，因為講緊係咩咧？佢覺得關愛座咧，啲廢處就係關愛座做係人造成嘅，但關愛座係可以令人讓座，就係關愛座嘅利處，呢個係輸打贏嘅。咁作為方台嘅兩個論點，第一啦，有方台講嘅關懷風氣，我想問有方台關懷風氣透過關愛座點樣去做到咧？關懷風氣咪就係透過社會大眾都知道，透過關愛座媒介，佢知道邊啲有需要人士。好啦，咁我講媒介呢個字，即係頭先進一步可以確立到一方所講中性，即係講輸打贏呢樣嘢係真係輸打贏㗎。咁我再講啦，有方點樣去保證啲人坐喺關愛座咧一定會讓座先？有方我唔好留錯個原意先，我唔係輸打贏，要講緊係睇翻關愛座問題啦。你幫你答咗我先，佢哋嘅關懷風氣透過關愛座點樣去做到就可以啦。都有關愛座知道邊啲係有需要人士要讓座。但係關愛而家調查顯示咧，一啲有需要人士有隱性疾病，佢坐喺關愛座上面會俾人批鬥，有方係咪透過批鬥去讓座咧？嗱，所以有方同我睇唔清楚，原來批鬥文化本身原來同關愛座。我答咗你啦，有方係同我方見。反正同你基基一個前置嘅，就話呢啲人嘅問題，但人嘅問題咁，我就有個邏輯啦。啲人讓座都係人嘅利處可言啫，可以有話輸打贏要。跟住輪到反方公辯，下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請你自由選擇正方一位辯員提出質詢。正方主辯。好，反方公辯開始，你有兩分鐘嘅時間。有方知唔知關愛座推出嘅目標係咩嘢？鼓勵成家約扶助俾有需要嘅人士。所以自己有方都知道係俾有需要人士，唔單止係咁，知唔知九巴嘅前國都經理講咩咧？所以針對住公公婆婆咧，減少因為趕住落星期所上嘅次數咧，正正九巴為咁樣而推出呢個計劃。所以想問有方推出關愛座之後，知唔知九巴公公婆婆減少咗幾多所上嘅次數咧？請有方論證。所以有方自己都唔知道成效係幾多，所以正正話俾你聽，成效數字跌咗一半。公公婆婆咧有關愛座嘅數字唔再受傷，所以除咗長者之外，仲有孕婦、殘疾人有方覺得要唔要幫？要，但係而家佢又前身出第二。好，所以有方知道要幫嘅，所以自己都承認有需要人士，所以有方係覺得佢哋喺車中好辛苦咁企喺度更加好啊，定係有個位人主動讓座佢更加好咧？好啦，所以有方自己都承認關愛座的而且確可以幫到人哋主動讓座，的而且確咧成效喺度。所以想問有方第二條問題，當取消座位之後，批鬥文化有冇消失到？冇，但係的確係。咁所以有方自己都知道咧，自己批鬥文化冇消失到嘅，結論係咩咧？關愛座本質上冇問題，即係使用者嘅心態問題。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咁嘅情況係應該透過宣傳教育係教好佢哋應該做批鬥啊，因為是取消關愛座達唔到預先嘅成效咧。宣傳而家政府同埋。
教育都有做緊啦，但係可見成效唔差。我的而且確都有做緊，但問題當你今日批鬥文化依然存在嘅時候，你今日即使關愛做取消都唔會有批鬥文化消失。新新聞遊方，近排網絡媒體有個例子係，即使喺普通座位坐低，都俾老人家批鬥，有方面睇啊？喺有位提到喺冇關愛座之前批鬥嘅數量係少過有咗關愛座之後嘅數量啊嘛。所以遊方自己都知道咧，即使取消咗關愛座之後咧，批鬥文化依然存在，啲人咧仍然可以喺普通座位批鬥呢啲年輕人。所以想問年輕人有冇需要坐低咧？有。所以遊方自己都知道咧，呢啲年輕人咧，即使可能嚟到各位。好，而家輪到正方第一大家好，其實有方咁人講佢咧，得得兩個點嘅啫。第一就係話咧，關愛座其實本質係好噶。但其實我哋不如睇下先，關愛座如果佢有方成話咧，佢本質係冇問題，係心態使用嘅啫，唔應該廢除。咁所以方同學啦，如果關愛座係中性嘅話，按照有方邏輯，其實有方你哋所講嗰啲保留關愛座嚟處啊，啲人會讓座嗰啲咧，其實都唔關個關愛座事㗎，只不過係啲人咧覺得要自己要讓座，出於呢個善意先就讓座啫喎。有方佢輸打贏要，但佢其實今日咧要衡量呢個理財嘅問題。應該要睇下關愛座帶嚟咗啲乜嘢嘅風氣，令到市民點樣用呢一啲嘅關愛座。但現況係啲乜嘢咧？而家現況係咧就係加劇咗呢一個批鬥嘅情況，從而令到啲人讓座。嗱，有翻就話乜嘢咧？強調批鬥咧其實一直都有㗎，但我哋見到係乜嘢咧？有咗關愛座之後，批鬥嘅數字係明顯有上升過㗎。其實大家打開你哋嘅手提電話手查一下，都可以見到有好多批鬥嘅事件係因為關愛座延伸出嚟㗎。有翻你見唔見到咧？但我哋見到而家現況係乜嘢呢？喺讓座行動嘅方面，當車上面有啲有需要嘅人士咧，乘客只係在關愛座上面嗰個人咧，會唔會讓座？而自己去唔去讓座咧，係完全冇呢個諗法嘅喎。有調查指出，有七成嘅中學生認為咧，坐關愛座嘅人士先至需要主動讓座。嗱喺讓座對象嘅方面咧，即使而家有澄清到，嗱好似有方同學咁樣咧，佢都係純粹咧將有需要嘅人士咧，規限喺長者、孕婦、傷殘人士、手抱小孩等四類人士㗎。其他有需要嘅人士咧，有方完全冇理會到㗎。現況就係咁樣，喺佢哋被了解佢哋嘅需要之前咧，就已經被人公審咗啦。有年輕人肋骨斷裂，因為嚴重嘅疼痛咧，而要坐關愛座，但有人斥責咧，佢霸用關愛座喎，最後屘要被逼讓座。相信大家其實呢啲例子都見過唔少㗎啦。呢啲事例根本就係多不勝數嘅時候。關愛座就係散播住呢一種嘅風氣。當年真正有需要嘅人士咧，都未能夠安心使用呢啲關愛座，甚至冇得用呢個關愛座俾人被逼讓座嘅時候，佢所帶嚟嘅風氣究竟係利定係弊咧？有方同學，跟住有方同學講乜嘢咧？話關愛座咧其實有提醒嘅意義㗎，取消咗之後咧，啲人就唔會讓座㗎啦。其實咧，我哋見到乜嘢理想咧，係傳達所有人都應該要讓座，有需要嘅人士咧可以坐關愛座，而冇有需要嘅人士嘅時候咧，其實普通市民都可以使用㗎。有方都知道而家係有教育有宣傳呢一啲嘅情況出現㗎，但我哋睇下現況啲乜嘢，究竟有冇改善到咧？喺韓國有長者認為關愛座係佢哋嘅尊重，強行要求年輕病人要讓座。喺香港有乘客咧喺冇有需要嘅人士情況之下咧，就斥責一個用關愛座嘅學生，指出呢個關愛座係長者專用座，要求佢騰出位置。例如有方所講嘅教育嗰啲係乜嘢咧？就係教育翻市民，只係關愛座只係俾長者坐嘅啫，淨係關愛座嘅人需要讓座嘅啫。咁究竟現時呢個關愛座係咪做咗佢嘅原意，去教育呢一班嘅市民？好似有方所講，叫佢哋讓座嘅文化有提升到咧？其實有方你都知道，佢所講嘅批鬥，佢所講嘅提醒方式係用批鬥嘅形式嚟進行咧。多謝各位。各位大家好，聽完有方兩辯位同埋公辯咧，簡單歸納有方立場。所以好多有方同埋主辯已經承認咗啦，原來關愛座理念正確啦，成效咧都係顯著嘅。所以咧，我方主辯問過你係咪取消關愛座設計更有助交通工具形成無障礙環境咧？有方咧冇回應到，因為有方阿馬弟咧已經認同咗關愛座理念啦，佢只係基於咧見到咧關愛座咧有以下質疑就信，今日咧講得好好聽，為要撥亂反正扭轉一啲嘢，所以睇下有方目標手段咧相唔相符。第一有方就話咧扭轉。
轉呢個意識。但係講緊咧，睇翻呢個意識有翻好強嘅數字，話七成咧有中學生以為咧關愛座咧係唔坐得。但呢啲意識問題問翻我哋啦，有翻一個判斷性問題啦。多咗關愛座，著咗意識係多咗定係少咗？有翻正面答我。其次有翻講網絡公審問題，話有批鬥，所以咧就唔想見到啲批鬥就要取消關愛座。但睇翻啦，呢、這個批鬥問題到底係咪即？係咪將所有問題都歸咎於關愛座造成就係合理呢？所以講嘅而家原來網絡攻勢問題咧，唔係淨係因關愛座而起㗎，而係讓座行為本身而起㗎。講我方講過啦，上年四月咧，面書群組大爆咧，就一個女士咧喺網上發帖咧，有個影片咧，佢影住一名男子，佢因為腰痛咧，坐喺一個普通座位上面，拒絕讓座俾一個婆婆咧，因而咧喺網上俾人批鬥。所以有方都反對唔到咧，就算係普通座位，只要公眾依然存有誤解咧，唔讓座一樣俾網民批鬥嘅時候，所以有方同學。你喺度混淆視聽，呢種文化根本唔係因關愛座而起嘅時候，呢啲文化因為一啲普通市民嘅偏激意識啦、讓座意識不足而起嘅時候，有方唔好再混淆視聽啦。所以再講啦，有方第二嘅話就話咧，啲人好難識別，所以咧唔需要關愛座。但係講緊難識別嘅問題係咪真係存在咧？我方見到咧，孕婦佢戴咗套想問在座各位啦，係咪真係咁難識別咧？原來孕婦咧唔宜長期攢啦，然後咧有關愛座可以幫佢哋坐多啲。原來有方呢個好處咧，已經冇反對過。再講啦，長者咧易患重症，醫管局指引。自己講明唔可以長期坐啦，幫到一個長者滿頭白髮揸住拐杖，意識見到有方都反對唔到，所以講到尾啦，有方講到尾咧，就係得啲夠極端嘅例子啦，話啲隱患嘅年青人啦等等啦，或者關愛座咧佢咧唔敢坐，但係講緊喺有方從來冇解釋過點解面對啲隱患年青人嘅問題，我哋唔係用其他措施去進行優化，等大眾更加能識別佢哋，更加能幫到佢哋，而係要取消曬成個措施咧，所以講緊係點解我哋係見到呢班，所以有方唔能夠以極端例子咧，就要放棄曬成個關愛座。政策連頭先所講容易識別殘疾人士啦、孕婦啦、長者等等一網打盡，全部唔幹、全部唔幫咁樣嘅做法係咪合理呢？所以要討論辯題咧，其實唔使咁複雜噶。審視下咧，原來咧設計座位咧得三種做法，要真正幫到佢哋咧，到底揀邊種係最好呢？先到先得制都係我方所講冇任何標示，但冇任何標示，啲人又唔知邊啲有需要人士又點樣用培訓讓座意識咧？而再睇強制讓座啦，如果強制讓座過於強硬，大家都去讓。被強制嘅時候，反而令市民反感，讓座意識更加難培訓。所以第三種就係現時嘅關愛座設計，一方面咧關愛座設計喺車門位置方面有需要人士，另一方面咧建立讓座意識，等大家知邊咧有需要人士主動讓座俾佢哋。所以有分台咧，二副咧，請就以上三種選擇交代翻你立場啦。邊一種係最好呢？俾唔到嘅話，現況就正正係最正確。今日嘅辯題理應不成立，多謝各位。原意是好，是不是要做得好呢？好心做壞事，點解不應該取消呢？在座各位大家好，有冇成場嘅同我方講嘅咧？原意是好，所以就保留啦。咁我想問邏輯，其實政府咧好多施政嗰啲政策，佢原意都係想幫市民㗎。咁喺有方眼中，咪全部都係冇問題嘅咧？其實有方話咧，反對面就話咧，一開始有同我方講咩咧？關愛座好公平㗎，我都估問你有方同我方從來冇話過關愛座唔公平。今日有方嚟反對辯題嘅一個前提嘅啫，佢就話咧，呢啲錯誤嘅批鬥你先係人嘅問題咯。但我方公辯嘅時候問咗啦，有方話輸打贏要啊，有方就話咧之前有批鬥，而家都有，所以咧關愛座咧就根本就冇一個因果嘅關係導致。但問題就係我方從來講咧就係話關愛座加劇咗種批鬥嘅情況啊嘛。咁好似有方嘅邏輯啦，其實讓座呢個嘢咧，我冇關座之前啲人都可以讓座噶，有方都只係講緊話有咗關愛座之後會有更多嘅讓座意識啫嘛。咁有方係咪你嘅理説都係唔成立咧？有方就話呢啲關愛座係媒介，呢個有方同一副自己講噶。咁我想個邏輯啦，佢一個媒介，一個中性嘅媒體，又點樣達成到有方所講關愛座讓座嗰啲關愛文化嘅理處咧？理想原意係好啦，但當執行上面係做唔到，引發批鬥、引發公審、引發唔同嘅錯誤嘅觀念嘅時候，點解唔可以取消呢？然之後仲有可能兩個論點，有可能第一個咧就話可以一個關愛嘅氣氛，一個無罪嘅氣氛，但係口講就關愛嘅，原來製造出嚟嘅一啲拍片公審、網絡批鬥、人人自危呢個教嘅方法係咪正確呢？但更何況我方一副講咗有七成嘅市民咧認為坐關愛座先至需要主動讓座，有方一副聽唔清楚，講多次啦。但呢個講緊就係關愛座教出嚟嘅咯。關愛座咧就係一個萬惡之源，其他座咧世外桃源㗎。其他座嘅人可以置身事外嘅時候，呢個情況需唔需要解決呢？其實既然雙方都需要教。啲市民去關愛嘅時候，點解唔可以取消關愛座？無論坐咩位啦，只要見到其他人有需求，就應該讓座咧。呢個先至係真正要做到嘅教嘅風氣啊嘛。然之後有方另外一個論點就話啦，咁啲有需要人可以得到幫助㗎。
但問題有分就話咧，嗰啲關懷美德啊、無障礙啊，可以減低長者受傷。其實講咗咁多，佢都係想幫到啲市民啫。但我方見到係咩咧？有需要人士都唔一定有得坐嘅喎。講緊就係台灣一個女士咧，佢患上淋巴癌啦，做完化療啦，手腳冇力，坐喺關愛座就俾人批鬥啦。嗱，有方話我方係極端例子，但今日台灣殘障聯盟嘅秘書長滕西華都指，嗱，好大部分嘅癌症啊、洗腎啊、雙腳殘障嘅病人咧，無法喺外觀判別有冇需要，就俾人批鬥係關愛座啦。呢、這個已經形成大規模嘅現象。嗱，更何況啦，係咪就喺關愛座先至需要讓座俾有需要人士先？如果人人發自內心嘅話，根本就唔需要關愛座啊。然之後方退無可退啦，就話可以宣傳夠咯。但方一副講咗啦，嗱，宣傳夠一直都有做嘅。有方主辯自己話嗰啲巴士嘅短片，其實教緊啲市民咧，人人都可以讓座噶。但問題呢種批鬥嘅情況依然係做緊啊嘛。如果有方話咧宣傳夠做咗，咁就唔需要取消關愛座啦。咁請有方論證啦，要出嚟正面論證啊，用咩方法宣傳夠？以前嘅宣傳夠咧唔得，今次又突然間得咧。嗱，如果講係都係解決唔到嘅時候，有方自己嘅主辯就話解決唔到就可以取消嘅時候，點解唔應該取消咧？多謝各位。性嘅問題，但首先啊，當方才咧貼一副重複咗呢個數據嘅喎，就話咧有七成中學生同我哋講話咧，佢哋咧坐關愛座佔用嘅位置咧就唔讓座。有方同學啊，你冇講個資料嘅來源喎，你就係話有數據顯示，嗱相反我方見到明光社同真理補習社嘅聯合調查問你講，九成六中學生受到關愛座嘅感召之後會主動讓座啊嘛，呢、這個咪就係正正見到關愛座嘅成效咯。所以方同學好擔心咧批鬥嘅文化，有啲人咧受到咁，有啲人咧會批鬥唔同嘅人。但事實上嗰啲嘅係社會上面少數唔文明、自私、玩偷拍嘅聲音啊嘛，所以你冇論證過呢班自私嘅人嘅普遍性喎，所以反而係你今日倒果為因，有人濫用政策就等於政策要全盤取消嘅話，今日政府咧好多政策咧都仲唔使做㗎啦，所以你根本咧一直都反對唔到咧批鬥嘅文化，一向都有，你只係咧嘗試狡辯，就話咧我咁你咁講，利處都係人啫，都唔係關愛座啊，但係同你睇清楚先少少先啦，關愛座嘅利處咪就係正正在於扭轉人哋唔願意讓座嘅心態咯。所以我哋全唔係喺人度啊，係關愛座導致到啲人願意有讓座嘅心態，呢、這個先至係關愛座為市民帶嚟嘅利處嘛。而呢樣嘢唔係我方亂講㗎，係設計關愛座嗰個人鄭貴興先生都同大家講嘅時候，咁我哋係咪反對佢講嘅嘢呢？所以有冇同學今日好消極㗎，覺得有啲人幫唔到喎，隱疾幫唔到喎，外觀識別嗰啲幫唔到喎，就等於剩翻低嗰啲大肚婆啊、公婆啊，都全部唔使幫，呢個都係方台施政嘅邏輯。但好簡單，以綜援為例子，今日政府行綜援，唔能夠拯救曬每一位貧窮人士脱離苦海，今日就連政府扶貧措施都可以唔做啦，喂，因為幫唔曬嘛，呢個咪就係方台今日嘅施政邏輯咧，絕對唔係。所以你擔心有啲人識別唔到，好簡單，台灣有關愛貼紙，點樣做啊？就有啲有少少嘅人士佢有隱疾嘅，可以問地鐵職員。索取關愛貼紙，然之後貼喺身上邊，今日可以好輕易咁樣識別到你係咪需要被幫助，有啲係唔需要被幫助，一個咁簡單嘅政策可以解決你最擔心嘅問題嘅時候，咪能夠做到咯。所以有方同學都講得好啱嘅，每個人咧最緊要咧就係可以打從心底去讓座。但當今日香港做唔到，全球唔好咁樣做到嘅時候，我方從來唔係話有關愛座呢啲市民就一定會讓，而冇咧佢哋就唔會讓啦。但今日關愛座正正作為宣傳嘅載體，去宣揚關愛讓座嘅文化，一方面提升市民願意讓座嘅機會，另一方面咧提升嗰啲有需要人士可以坐到嘅可能性。呢個係咪正正能夠最幫到嗰啲嘅市民咧？所以我方問咗全場啦，主辯問過你，你有啲咩嘅殘疾人士團體，有啲咩嘅老人家，有啲咩孕婦同你講話咧，想取消關愛座幫唔到佢哋咧？原來冇嘅，知唔知點解啊？就因為原來政府每年都會同呢班目標受眾開工作小組，目標就係咩啊？探討關愛座嘅成效，同埋有啲咩嘅優化方案啊嘛。結果係啲咩啊？就係關愛座由兩個變四個，正正就係代表呢班目標人士咧，希望關愛座代表幫到佢哋，佢哋想要多啲證明呢班人覺得係有成效嘅時候，今日有方台話政府話要推行無障礙社會，反而你反其道而行咧，自己帶頭取消成效最顯著嘅關愛座，希望就能夠最幫到政府施政咧。多謝各位。
多便便所食嘅方專會病護委評判扣除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冇問題嘅話，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請問有方同學係咪借坐喺關愛座上面嘅人士先需要讓座咧？係有方同學，有方承唔承認有需要嘅人士要俾人放？係啊，有方你都話咧，唔係有需要嘅，唔係就係坐喺關愛座上面嘅人士需要讓座啦。關愛座嘅感召，咁再問翻你啦，你承唔承認嗰啲人要幫先得？就係咁，最想問有冇同學你嘅感召係咪透過批鬥而去令到佢讓座咧？唔係，有冇同學肯定先承認唔承認？唔好意思，有冇聽到你問咧？咁我再講啦。有冇同學你就話咧係急啲關愛座感召啲人讓座，咁點解關愛座就唔可以令到啲人批鬥咧？唔係咁講，我問多次你聽唔到咁緊要，承唔承認有需要時係要幫？需要幫，但而家關愛座都幫唔到我再問你啦，有冇同學輸打贏要到咁嘅極點啦？咁我想問下，關愛座一方面咧可以感召啲人讓座，點解一方面又唔可以令到啲人批鬥咧？有冇同學啊？咩幫唔到喎？見到殘神。而家同你講話咧，全部都幫到。以我開會兩個變四個，呢個咪就係幫到表現。例如有方同你講係嗰個有需要人士係咩咧？就係孕婦啊，同埋九個月嘅孕婦啊，同埋呢一個殘疾人士。我哋啱啱講嘅有啲目又睇唔到有需要嘅人士，例如係視障人士啊、已知人士呢一啲，點樣解決？所以副台你講咗啦，由台灣咧有優化措施，做咗啲措施係咪就冇問題？有冇同學咁呢個措施係咪就可以代替到關愛座咧？有冇同學你用消極啊？嗰啲人咧幫唔到，你覺得咧唔需要幫，就直接全部取消。跟住幫到嗰啲咧，你又話咧，咁都唔係幫佢做嘅做到嘅嘢啫。我想問你而家會淨係咪搞得同？兩方同學，我哋而家唔係話好消極，話唔幫補翻嚟，我哋就話而家優化政策可以做到你所講幫愛座嘅補處，又可以取消到幫愛座佢嗰啲問題，點解唔做呢個優化嘅政策咧？因為單節嗰個關愛貼紙係做唔到成效啊嘛，如果未有關愛座之前，啲市民咧都可能會揾你話都需要讓座啦。但以往成效數字低咁多，點解？就因為冇關愛座作為宣傳嘅，再喺度宣揚讓座文化啊嘛。有之後啦，成效數字大增，呢個係咪就係利處咧？有方同學矛盾，有方同學自負自己話咧，關愛貼紙好成功啊。其實可能唔喺台灣，咁我同你講英國嘅優先座位卡都係成之入口。講緊就係佢哋唔需要靠關愛座，而係靠一啲其他有方同學所謂優化措施，佢哋啲人發自內心咁讓座。咁我再問有方就話咧，我方嗰啲鼓勵。我方嗰啲讓座咧係幫唔曬都係冇所謂。咁我想問啦，呢個調查顯示咧，曾經使用關愛座嘅類風濕自然關節炎患者入邊咧，有一半咧曾經俾人批鬥話佢咧冇需要都坐關愛座嘅方便。有方同學點樣解釋咧？嗱，關愛貼紙係成功，但係要配合關愛座。咁我想問你啦，你講唔講到一個殘疾人士團體覺得關愛座要取消？講一個即刻。兩方同學，你成日問我哋有咩呢一個團體話要取消，咁其實你啱啱都講過啦，呢個關愛貼紙咁有效嘅時候，點解唔可以呢個貼紙嚟取代咧？兩方關愛貼紙係對住你講啲隱疾幫唔到人啊嘛，但對住一般嘅星斗市民啲人唔願意讓座，關愛座咪就正提升讓座嘅意識咯。所以你都講唔到有啲咩人都要取消嘅時候，既然又承認要幫我哋，又講唔到有咩人要取消，咁你係唔係政府已經達到目標成效咧？兩方同學，我講緊啲關愛貼紙其實可以全面取代關愛座，點解？因為有方同學啲關愛貼紙係俾啲有需要人自己申請嘅，而且擺自己身。喺上面啲人見到啊，最快就想咁讓佢，而唔係透過方批鬥嚟做嘛。有方成日問我方有咩人反對，而家講台灣殘障聯盟嘅秘書陳秀仁表示啦，好多隱疾嘅病人無法外觀，佢哋有冇需要，就俾人誤以為係佔用關愛座，呢個係咪反對嘅例子咧？有冇同矛盾關愛貼紙戴上身，做啲批鬥嘅人見到咧，會有人戴關愛貼紙，但你唔讓座，係咪有批鬥啦？唔係啊，方同學，嗰啲人可以發自心讓座。咁我想問啦，有方同學，頭先我言論講咗一次啦。咁有方同學，而家講咧就係關愛座都幫唔到嗰啲有殘疾隱疾嘅人，有方同學點樣幫咧？哦，所以啦，有關愛座咧，啲人就唔係發自心讓座嘅，貼關愛貼紙啲人就會咯。咁邏輯咁奇怪嘅？有方同學，啱啱頭先係你自己義父話咧，其實呢個世界上冇人係打從心底去讓座俾人喎。咁係咪要透過批鬥呢啲方式咧？係啊，我風波都咁講啦，係你自己要我哋用正啲人。用關愛座嘅心理讓座啫嘛，我都話唔係全部都咁樣讓座嘅喎。但我就係見到嗰隻關愛貼紙配合關愛座，可以幫到全部嘅人。你反對唔到喺未有關愛座之前，原來三分之二嘅老人家喺巴士上面跌到嘅數字，都係因為佢哋冇得坐，承唔承認啊？有方同學，首先我同我哋講咧，佢哋而家係有方同學都想幫人哋啫。第一幫唔到，我再問方同學唔好咁複雜啦。而家你嘅關愛座點樣幫到啲市民讓座先？透過咩方式先？有方同學有咗關愛座之後咧，老人家跌到嘅數字咧，我連咧跌一成，呢啲係咪成效？有方同學，你答翻我先，究竟佢用啲乜嘢方式，仲令到啲人去讓座？我方講咗好多次啦，透過關愛座宣揚讓座文化，市民咧願意讓座，長者有得坐，然之後咧減少佢哋負身嘅數字，呢啲咪就係成效咯。有方同學點樣宣揚先？點樣宣揚啊？咁咪政府行禁煙禁毒廣告嘅話，點樣宣揚啊？我就係貼海，我就整過嚟宣揚咯。咁我又執遠宣揚就唔得嘅話，咁今日咧政府做禁毒禁煙都唔使啦，因為咧遠宣揚啊嘛，你係咪唔俾人保險？
人實驗，今日政府就唔使用宣揚做錢。所以有可能我唔明白你禁毒禁煙係咩類，俾我再問啦。咁我可能講到話，其實宣揚就得嘅話，咁其實冇關咗先。啲人都話宣揚話，港府都有宣揚啲人讓座，咁點解仲要關愛咗先？咁我唔明白，等陣我解俾你聽。禁毒宣禁毒禁煙措施點情況點樣去類比啊？正正都係用政措施，因為政府唔會限制賭錢，但會叫你唔好賭錢。點解？因為呢個係美德。正如關愛咗一樣，你唔會逼政府唔會逼市民讓座，但會叫市民一定要讓座。點解？因為呢個係美德，咁同樣問題啊。兩方面，我哋講唔清楚嘅。你話一方面話有宣傳廣告嗰啲可以叫啲市民讓座，咁點解仲要設立一個關愛出嚟？所以由關愛座作為一個宣傳嘅載體，現實嘅實踐啊嘛，想問翻有方同學啊，多咗關愛座，正面答案係讓座意識係高咗定係低咗？有方同學所講讓座意識根本就唔係啲人發自內心咁讓，而係透過批鬥嚟做施壓群眾壓力，呢個方法係咪正確？咁同你啱啱自己先話，全部人每次都係心底要讓座嘅喎，依樣啫嘛，因為有關愛座之後，都啲人話心底要讓座冇問題啊。但今日政府宣揚咗呢個讓座意識之後，啲市民願意讓座，呢個咪就係成效咯。咁有方同學係咪認為有群眾壓力，平時都人哋讓座，就算有批鬥都係冇問題咧？咁講出批鬥嘅例子咧，咁我批鬥嘅例子我主編講到而家，講緊就係話唔同國家，例如香港啲內功相關前面讓或者賽事員俾人批鬥，但係英國都有俾人批鬥嘅時候，你可以點樣解釋咧？而家反方有兩面都有方同學自由辯論，矛盾。一時咧又話可以整方案貼紙討論關愛座，但等我想問你啦，啲方案貼紙唔係會規鬥嘅咩？啲人唔係又係唔同身體願意讓座嘅咩？你又話誒咁都係嘅，咁都係嘅。咁但係我想同你講話，關愛座又係咁樣嘅時候，你又話咁啲人都唔係身體讓座，咁咪取消咯？所以今日有方同學咧，成個會變咗矛盾嘅時候，你都反對唔到關愛座作為一個宣傳嘅載體，成效上面十年半就幫到嘛？多謝大家。要保留關愛座，二嚟如果按照方同學邏輯咧，係咪一有反對聲音就要取消成個政策咧？所以咧有方同學又話關愛座違反理念要取消，但係方同學咧其實關愛座你話要讓座因為關愛座就要讓座，唔坐關愛座咧就有人唔讓，咁所以取消咗之後咧批鬥依然存在噶。關愛取消咗之後咧反而會更加少人讓座啊嘛。有方同學咧又話用關愛貼紙，但其實咧關愛貼紙一樣會引嚟批鬥，一樣，所以咧有方同學咧今日全場都係自相矛盾嘅，所以咧有方同學又同我哋講話專用座位嘅問題，但其實翻翻原點咧，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考慮同埋選擇嘅自由，佢哋覺得有壓力或者要時刻留意住人哋，而且有被公審嘅機會，你咪選擇唔坐咯，完全冇問題。而一啲有忍受或者嗰人唔舒服好攰嘅人，你咪要選擇坐咯，亦都冇問題。
所以咧結論就係覺得關愛座係講到底關愛座都只係一個軟性措施，目的就係令到市民有多一份考慮。點解方台咧要扭曲呢一份人性化嘅考慮做一種浪費咧？第二，由政府嘅角度嚟睇咧，其實關愛座只係一個宣揚文化嘅載體，最終嘅理想咧當然就係令到唔使用關愛座都可以令到大家有關都有關愛嘅心啦。但就係事與願違，社會上唔係大部分人認同呢一個或者有呢一種價值觀，所以作為社會嘅領導者，政府先至有責任去做呢啲教育同宣傳啊嘛。我方義父都講過煙包嗰啲類比嘅，同樣道理，有方台咧今日盲目取消咗關愛座，普羅大眾覺得政府嘅立場點樣啊？咪就係唔再關心呢個社會議題咯，所以最後香港形象受到破壞，呢啲咪有方台樂見嘅局面咧。所以結論就係有方台咧漠視後果，不顧一切咧都要取消關愛座，唔單止解決唔到問題咧，仲會引申其他嘅後果。第三，有需要人士嘅睇法係點樣呢？今日方台咧打住咧反標籤、反歧視嘅口號，取消咧關愛座就希望話避免呢一啲有需要嘅人士遭受到異樣嘅眼光。但係睇真啲咧，關愛座本身嘅設計就係為咗方便呢一啲有需要嘅人士，例如巴士就嘅關愛座就設計好近落車位置，目的就係鼓勵一班有需要嘅人士咧可以多啲出街融入社會。有方台咧就反其道而行，將幫人呢種善心咧就醜化成為標籤嘅一種。但如果按照呢一種邏輯咧，社會上所有幫人嘅政策，例如話綜援啊、車船津貼咧，呢一啲全部都唔使存在噶啦，因為有方台眼中咧，呢一啲全部都係標籤同歧視嘅一種。再退一步嚟講咧，其實咁有方台全場都答唔到咧，有邊一個利益團體咧係話過要反對，係話過要取消關愛座嘅？因為佢哋都知道咧，呢啲關愛座的確可以幫助到呢班有需要嘅人。有方台咧就乜都唔理，就係將關愛座妖魔化，做咗各位勿以善小而不為。過去咧，社會對殘疾人士嘅保障咧，不足夠，令到佢哋咧好難喺社會上面立足。政府咧意識到問題，所以咧依家嘅幫忙咧就越嚟越多。和諧社會咧講求和而不同，就算最微小嗰一班人咧都要照顧多一步。今日方台咧認為呢個關愛座成效唔大，需要取消。但如果連呢啲少少都唔做咧，個情況只會變得更加差。希望在座各位咧可以踏前一步，為呢班有需要嘅人士咧可以幫助佢哋重新融入社會，重新獲得信心。多謝各位。最後，楊勝方副總結，有四分鐘發言時間，轉播請向楊勝。大家好，從觀全場面嘅林先生都同意要讓座俾有需要人士噶。例如有方咧喺公平嘅時候咧，今日攞方啦，嚟有需要人士坐低報告，當然好啦，有人主動讓座當然好啦，但係代唔代表方向座就會導致人主動讓座咧？就辯題能唔能成立，就必須解決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關愛座帶嚟嘅好處咧，咁我今日咧就話啦，關愛座咧可以達至社交化作用，可以宣揚，可以感召，但係講緊嘅係啲咩咧？其實今日咧見到咧推行關愛座呢個方式咧係有問題㗎，但關愛座傳遞緊一個錯誤信息，只有坐喺關愛座上嘅人先至需要讓座，但當有需要嘅人冇位坐，大家第一時間咧就係批鬥坐關愛座嘅人。坐喺普通位嘅人咧，就可以袖手旁觀，甚至一齊介入批鬥嘅行列。嗱，究竟有個人啦，坐喺關愛座上面，俾一名乘客咧要求讓座，個人士拒絕，雙方更加動武。嗱，有其他乘客咧拍片擺上網。嗱，先唔理邊個啱邊個錯啦，大家如果人士真係有需要，唔願意讓座嘅話，咁坐喺其他位嘅人咧，點解唔可以主動讓座咧？又點解從來冇人指責佢哋咧？請問有方啦，當市民咧好似其他乘客咁樣，認為只有坐喺關愛座上面嘅人先至需要讓座，係咪就係你所謂嘅感召咧？嗱，既然關愛座利處難以成立啦，有方就轉移同我哋討論。第二，關愛座帶嚟啲咩弊處咧？有方話咧，今日取消咗關愛座咧，就難以回應有需要人士嘅訴求啦。但不論係台灣、日本定係香港，都出現種種關於關愛座嘅批鬥，有市民因為左腳開刀唔能夠久站，坐關愛座嘅時候俾一個大手斥責佢唔讓座，嚟又有患癌症嘅女士坐關愛座嘅時候，一名伯伯責備佢咧霸佔關愛座。嗱，呢啲咧就係有方口入面所講嘅少數偏激分子，又或者係啲嘅極端例子啦。嗱，呢啲隱性需求人士都係有需要人士嚟嘅，點解佢哋坐關愛座就會受到批鬥咧？嗱，呢啲係咪就有方所講嘅回應訴求咧？之後咧，有分就同我哋講話啦，長者跌傷嘅數字咧減少咗嘅。但係咧，我哋今日見到啦，九巴咧設計嘅前經理鄭貴興自己都講啦，嗱呢啲係關愛座變成批鬥座之後咧，令到佢覺得心痛。嚟幫我有冇見到咧？之後咧，有分又話啦，批鬥咧係人嘅問題，嗱關愛座咧就係一個回
界，即係佢在家係忠誠嘅。嗱，咁有乜認為啦？羊座係出於自己私心，定因為忠誠而關愛咗咧？你有乜又話咧係出於咧關愛座啊？咁又係咪輸大贏嘅咧？嗱，羊座呢個離主咧就係歸因於關愛座，嗱批斗呢個弊主咧就唔關關愛座事喎。嗱，咁樣我哋今日見到啦，依家要衡量利弊咧，就要睇大眾使用關愛座嘅健康啦。你而家見到有咁多嘅批斗，市民有錯誤意識嘅時候，點解取消咗唔係利大於弊咧？唔能夠否認啊，關愛座咧會帶嚟弊處，於是提出第三，點樣改善關愛座呢？阿方今日咧二副出到嚟同我哋講咩啊？可以佩戴啲新奇嘅勾章，好有成效喎！見面咧出嚟又同我哋講啦，同樣都會引嚟批鬥，係咪自相矛盾呢？阿方今日咧都同意呢一個嘅方案㗎，從來冇忽視過啲人部長者、啲班嘅有需要人士。但係今日點解呢個勾章唔能夠全面咁樣代替呢個關愛座呢？今日呢個勾章全部包含曬所有有需要人士，係咪代表緊關愛座就可以取消呢？嗱，危險車廂入邊冇有需要嘅人士啦，而關愛座咧又空無一人，你敢唔敢坐咧？坐低啦，會覺得忐忑不安。嗱，每逢列車到站咯喎，坐關愛座嘅總會留意有乜啲有需要人士上車咧。嗱，除咗驚俾人批鬥之外，都係源於社會上邊嘅一個觀念，咁以為咧坐關愛座嘅人咧有更加大嘅責任去讓座。但正確嘅觀念係啲咩呢？係見到有需要嘅人士無分關愛定非關愛座，都應該主動讓座，取消關愛座，座位唔再被劃分為要讓座定唔使讓座，先至係還社會真正嘅關愛。點解咁樣唔係利大於弊呢？多謝各位。
即係我明白你背後想講嘅嘢，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術語有時一係咁 loop 咧，其實係唔會有一個實質嘅用途嘅。你預期講呢個術語，不如講翻佢問題啲咩，或者係唔需要重複咁多次，由正一由公面重複到去每一個人見到嘅話，咁我就覺得有啲誇張咗啲啦。咁呢個可以注意下啦。咁同埋咧，用字方面都要注意少少啦。咁感召呢個字咧係聽落有趣嘅，但係咧。我會覺得就係聽落去係有好笑多過係真係話好實質咁去説服到我有啲咩實際嘅利處啦，咁同埋講得唔好太極端啦，即係有啲你哋一講就話啊，全部都可以幫到，或者全部都幫唔到，即係過分極端啦。我諗嗰方面都唔係100% show 到話任何嘅極端嘅嘢，咁大家就小心啲運用啦。咁我呢啲嘢講完就講翻啲重點啦。咁我主要其實咧對住大家打完之後咧有幾個好奇嘅位嘅，咁第一個咧就係一啲資料嘅運用方面，咁我。首先第一個問題啦，就係大家咧，唔知可能時間比較趕急啦，咁好多時候用料咧都冇講明佢個來源係啲咩嘅。咁你有一個位係挑咗對面，你知道來源係啲咩？咁之後你就啊好好驕傲咁講自己有知料來源嘅，就講咩明光社咁樣講。即係點講咧？我個人覺得啦，即係你話佢冇知料來源係 OK 嘅。咁我又個人覺得，即係事後講翻自己嘅知料來源係啲咩咧，其實又唔係話好威嘅地方。咁所以我個人覺得你質疑完佢之後就完咗，其實就可以噶啦。同埋咧，有少啲資料咧，我明白比較急促啦，但係都要注意個準確性或者可信性。即係你反方嘅就將一個好深刻嘅料，佢講到明老人家按年跌一成，即係你講話因為有關係撞，所以佢撲喺度跌低，跌低係一撲。我記得你係失咗份料，你結面又結面，好急住又講到面睇到份料嘅，跟住又佢講話按年跌一成，但係係分銀，即係你哋知唔知？嗰個人。即係嗰個設計嗰個人，但係即係又係設計嗰人啦。即係你，我同埋呢個料咧，唔好重複唔太多。即係我印象中咧，你哋係主辯問咗，佢哋知唔知個設計者講啲咩啦？跟住後面又問咗，又不斷用咗設計者講過嘢啦。即係我明白權威呢樣嘢係幾好用嘅，但係有時候唔好成日用一個人，仲要佢個來歷可能都唔係話好大來頭嘅感覺啦。所以用料方面可以多元啲，或者令到佢可信啲啦。係啦，咁呢個講完之後，就好奇另一樣嘢就係咧，我一直都好奇其實。究竟咩叫關愛組執行成功呢？即因為咧，今日正方姐一直抱住一樣嘢，就係去到後邊，我覺得少單一咗啲，就係你係講到話，喂有批就喎，咁咪唔好咯。但係我個人好奇一樣嘢就係，因為你反方又講嗰度事，就係呢個政策一個軟性政策嚟噶嘛。咁我個人就覺得就係，咁軟性政策就係喺冇法例啲硬性規管之下，其實我個人覺得係通過輿論施壓呢啲係一個軟性上不過嘅事。因為我個人就好奇就係。咁反方，你對於呢個所謂嘅批鬥現象嘅立場係啲咩咧？因為如果其實軟性政策講佢有輿論呢件好正常嘅事嘅時候，只不過今日有可能舉咗啲例子，可能真係咁啱嗰個人真係真正唔舒服嘅。咁如果今日嘅情景係嗰個人唔係真正唔舒服，又俾人批鬥咗人幾分鐘，對方有需要嘅，咁呢個情景就去唔去妥咧？即係我個人覺得就係、是，因為佢有可能固然舉咗啲批鬥唔好嘅例子啦，但係你哋要自己小心翻就係你對於批鬥所謂輿論呢樣嘢咧，本身嘅立場係啲咩咧？咁你覺得呢樣嘢係許可接受，你咪同佢講話啱啊！今日批鬥之前有啲人係。完全冇判斷事實就亂講嘢，咁但係如果都有另一面出現，嗰啲可能真係幫到有啲有需要嘅人可以真係坐低過，咁嗰個情況會唔會其實更係好咧？即係我個人覺得你唔好跌入曬佢嘅講嘅例子方面，諗清楚自己立場啦。咁其實正方我亦都諗緊一樣嘢，就係、是、你後面去到二副或者乜嘢嘅時候咧，去到字入邊就好困惑，喂有批鬥喎，咁呢個叫有利處咩？但我個人覺得直接咗啲咯，因為我可能例如我先。可能少啲道德觀嘅人啦，我就會覺得批鬥有時未必完全係一件完全接受唔到嘅事，咁所以我覺得你咁樣直接確認咗，我未必會即刻信服到呢個一個弊處咯。除非你講到俾我聽，就係而家基本上冇一個例子係真係完全基於事實判斷底下作出一啲嘅批判，全部都係亂咁批判嘅。咁你講嘅情況係真係極嚴重，都係咁嚴苛嘅，咁我就會接受到咯。但係你爭少少呢方面嘅補充論述啦，咁所以就呢方面可以注意一下啦。同埋今日條辯題係一條利弊辯題啦，講嗰下就會講咗話，喂，咁我咪想誒，咁我係咪應唔應該幫佢啊？應該幫佢，即係我會覺得就係、是，咁無論應唔應該幫嗰啲人都好啦。咁但係你今日話俾我聽就係取消咗同埋取消之前，究竟幫到定幫唔幫啊？你唔話俾我聽，幫唔幫都唔係話我應唔應該幫嘅。所以呢方面大家要小心注意下啲啦。咁我另外一方面就係玩數嘅方面啦，大家唔係好講到就你之前之後究竟個情況係啲咩？咁首先之前啦。今日你有關愛座，咁我估大家都係想講，但係之前可能冇關愛座之前，啲人真係完全係唔幫人嘅。咁但係
男性方主辯一開始咧係講歷史嘅，但我個人覺得咧，你講嗰啲幾年唔切成嗰啲歷史，其實或者由咩時段開始，其實冇乜特別大嘅意義啦。如果你真係要鋪墊一啲歷史，我好建議你鋪墊多啲嚟講，究竟以前啲人風氣有幾咁冇意識，啲人個個都覺得啊真係唔夠意識啦，所以我哋先有咁多。但係咁樣又不理你喎，但我又覺得你如果唔係呢個係有利於你嘅，但係如果係你嘅話咧，咁我建議。既然講歷史對你冇用嘅話，咁你不如唔好講啦。即係我建議你反而講多啲，就係而家啲人風氣比較差，直接講政壇好過。因為你講嘅事實，坦白講咧，除咗增加你嘅時間時長之外咧，係冇為你嘅演講加分嘅。所以我個人覺得就可以刪減就刪減啦。跟住另外就係啦，跟住同埋之後嘅現況，就呢兩其實兩邊都冇講清楚嘅，就係究竟取消咗之後個畫面會係啲咩，又可能冇講清楚啦。跟住我建議，其實你應該係會落多筆墨去講你點樣教啲人嘅嘛。我估你哋打你唔識，你都係想講嘅話，啲人會俾我哋教一下，即係個個都好似佛家咁樣啦、聖人咁樣啦。但係你哋好似好少篇章講到話啲人究竟會點樣經過你嘅教之後變得。即係點解有嗰份心去幫人？因為我就個人覺得，如果你解決唔到教育個問題，啲人風氣基本上不會變好嘅時候，咁點解取消咗之後，啲人就會肯去幫咧？如果佢唔肯去幫嘅話，咁究竟同而家嘅情況有咩分別？會唔會更加差咧？即係我個人覺得，你喺教育嗰方面或者任何啲範疇，我要落多啲筆墨去着手啦。跟住然後，同埋一直我都有諗住一個問題，我自己未解決到，就係雞先嚟蛋先嘅問題啦。就係、究竟今日呢個社會係先有風氣，之後先有呢個所謂關愛助學嘅政策？因為你哋成日今日講話啲人都唔係真心幫唔幫嗰啲問題嘛。咁我就諗，究竟係因為一個政策，所以啲人先有咁嘅風氣咧？你先有風氣，佢啲人先會遵守個政策咯。即係好明顯，大家兩邊係抱有兩個唔同立場，但係又好似冇乜人討論過呢個邏輯，咁所以我就覺得可以再思考下呢方面。跟住然後。係啦，跟住就講多少少喺如果同你講方面啦。咁但係我發現大家都成日用一樣嘢叫上綱上線嘅技巧嘅。咁就例如舉個例子有啲咩？但我覺得上綱上線有時咧，即係你呢個聽落好似嗰刻好似好勁咁樣啦，但係其實對於你嘅論述或者推論有好大嘅實際幫助啦。例如反方又你又捉佢一樣嘢就話，喂其他人幫唔到，咁你就問佢，咁係咪而家啲人唔使幫，唔記得咗你一貫嘅原則類似咁嘅支持啦？咁但係我個人覺得。你問佢，咁而家啲人唔使幫你，唔係講幣出嚟噶嘛？你應該講嘅係，咁如果你話其他人幫唔到啫，係可能非現實有個問題。但係如果取消總統而家幫到嘅都冇咗咧，呢一個先係你應該追落去嘅，因為呢個先係一個幣出嚟噶嘛，所以要轉下你之後嘅推論去邊啦。跟住正方咧，亦都咁講咗一樣嘢，就係你講話喂人嘅問題啫，咁啊即係證明呢樣嘢係中性嘅咯，即係我明白你嗰下你用一啲。咁將忠誠嗰樣嘢，真係諗住去話對面個邏輯荒謬嘅。但係你講過分強調咗忠誠嘅話，咁我就會諗嚇，即係有啲咩係關呢個關愛忠誠嘅？會唔會你係咁摧毀條辯題？其實去到最尾嘅時候，冇根本唔信你講嘅利處嘅弊處嗰啲嘢咯。呢個你要小心啲思考。如果你想做一個所謂摧毀式嘅方法嘅時候，要注意嘅樣嘢。咁呢個就好簡單嘅。我講啦。咁啊，大家都知道我近來咧，即係平嘅習慣咧，我都會交代我判定邊邊嘅，咁從而去講判準嘅，大家適應一下啊嘛。咁我今日咧，其實自己傾向，即係我會交代我勝負嘅。咁我今日咧傾向會比較繁複。咁原因個好簡單嘅啫。咁我覺得今日個雙方個爭議在於，正方其實嘗試描繪一個咧，我覺得係比較 grand 啲嘅一個故事或者現象。但喺操作上咧，可能喺呢方面會有難度多啲嘅。咁相反，反方今日我覺得佢打得啲嘢係用即係貼地氣多啲，或者比較實用啲，或者佢可能揀贏，咁所以操作上都比較容易啲。但係首先我自己講呢條辯題咧，我覺得咧，關愛座呢樣嘢好得意嘅。縱使社會上面對佢存在好多批鬥咧，但係道德價值上又好難諗到佢有啲咩真係去到即係非死不可咁。所以我覺得本身操作上好似正方就好似難啲去處理又。有幾條辯題，唔係講取唔取消啦，仲要咧佢兩證取消咗之後，利多於弊嘅。咁啊，但我自己嘗試將呢、這個即係比賽會分做兩部分去討論。第一樣嘢就係一個價值嘅問題，即係當我就本身是唔是一個原罪咧？即係亦都係今日正反雙方講啊，本身理念或者原意上，當我就會唔會有問題？第二就係一啲我覺得係現象上，或者你可以話而家關愛座實質施行上會唔會喺社會上帶嚟嗰啲利弊？我覺得今日大家都係喺呢兩個戰場上面去討論嘅。咁啊，我先講理念個戰場，幾得意啊！今日第一樣嘢，我反而覺得係正方今日咧第一時間喺主辯嘅時候就承認，
關愛座原意是好的，關愛座的理念是好的，這個你覺得有少少奇怪，因為其實理解上今天正方所說的故事是什麼，理論上正方背後他想鋪墊的故事是真正的關愛是一個社會意義，不應該用一種專有座的方式呈現，因為專有座某程度上我們就好像 highlight 了只是需要用這種有這個座位的才會幫你們，背後想說一個真正關愛的社會應該是人人發自內心地真的明白讓座的那種文化和背後的精神所在，真的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真的要讓座。如果在這樣的價值裡面，關愛座本身就有原罪，因為它的原罪就是它透過以一種我們叫做專用的方式去實踐這件事，即是你明白意思嗎？但因為正方很關鍵，就是一開始你會嘗試告訴其實個理念沒問題的，我覺得有少少即是在理念的簡選上面，我會覺得同埋你會見到反方即刻會承認，你承認了它理念沒問題，因為如果正方今天想建構那種價值觀，其實我個人覺得是其實關愛座是有原罪所在的，應該即是在你心目中，因為你覺得關愛座的形式或者種方式去實踐所謂的人精神是有問題的。咁相反，因為反方個價值咧，其實比較簡單。咁反方今日好似佢講，佢都想關愛，但係其實你會發覺佢講到中間段咧，佢都會講：，世界上真係冇真正關愛嘅，咁我哋都唔識操作。嗱，相反，今日反方其實好功利主義嘅，即係講得唔好聽，其實佢背後嗰個價值好實用，佢覺得我唔好理關愛咗背後嘅理念，雖然佢口中有好多善意，我哋都想教育個社會。但你會發現其實它就變了很多的價值觀，其實都是講緊關愛了實質帶來甚麼社會功能，例如說我起碼幫到那班長者，我起碼幫到那班七個月以上的孕婦，我未必教育到，不過我有時都會補作為一個軟性手段。但我覺得這裡其實都是反方一陣都會講的，就是宣言上面是比較少篇幅去講軟性手段怎樣實踐你講的那樣東西，例如你覺得它是一個我要推行讓座文化必要的工具，它是一個輔助的性質的手段，還是它是一個載體，即是你們用了很多文字的。但是我覺得這樣即是先由價值觀上面去講，今天我覺得正方就會變成是如果你要講一個更宏觀的理念的話，因為我覺得雙方作為禮拜比較準則，其實雙方的準則都有少少令我聽落去，因為正方的準則就是他實不實踐到他的理念去判斷今天勝負，但他實不實踐到理念這件事，事實上可能很多政策他實踐了理念，但是他的理念可以是不對的，但你又承認他的理念是好的，我就覺得有點奇怪，因為正方今天你的準則應該是先看看他的理念，再看看實踐上大力的利益，會不會在這個標準更加貼近你們呢？反方今天都是的，我們要證明它本質上一定要有問題才等於這件事，當然這個本質上一定有問題這個標準是可以的，如果一件事本質上一定有問題就一定是等於弊，但是今天你們又不打算證明它本質上一定沒有問題，即是我覺得反而今天第二就是問題可以解決，我覺得今天反方的利弊比較會多一點，是由實即因為你們做的啲操作其實是實際上取消了這件事對社會有什麼功能有什麼損失，所以我覺得今天雙方似乎的標準都不是真的交代人家要交代人家，所以我在價值層面上面我個人覺得今天正方想講的那套整套說法如果真的要鋪墊多一點，我個人覺得正方如果你要想交代其實真的要全民真的有關愛才能夠好的話，我覺得你們需要多一點功夫，因為那件事聽起來很微想，我想剛才你講的評判講很成人，但是真的那麼成人我覺得不是，例如正方今天 我覺得反而你可以試一下善用多一點我們有時講的、前半場的我們叫做質詢去嘗試學一些價值，例如今天反方很強調他覺得我起碼幫到那班長者，那你可會問他就是你想要個社會或者你心目中覺得什麼叫做有需要人士，長者有人需要，那我口中那些你們說的隱性需要人士叫不叫有需要先，那如果幫不到這班有需要人士的話是不是達到你們心目中今天的那種弱狀的目的呢，又或者可以試一下問他你覺得今天有很多人在關愛座上弱狀，那如果關愛座上弱狀以外的那種座位你的立場是不是都想這些弱狀先，還是你覺得關愛座已經足夠了，那你可以問一下他一些價值標準的問題，如果按照你的邏輯，一個社會只有關愛座的人上面願意讓座，而其他座位都不願意讓座的話，那這種社會狀態對你講叫做理想還是不理想呢？我覺得正方其實可以問一些這樣我們叫做確立對方價值的問題，因為
如果係咁嘅話，如果對方都覺得唔理想，即係話無言之間，即使關我錯，因為對方嘅資料或者細心聽嘅話，九成感召咧，佢又未交代到嗰九成感召係關愛座嘅人願意啊，定係九成人，即使我唔係坐喺關愛座啲年輕人都願意嘅，因為正方你同埋雙方佢就只係關愛座嘅人願意嘅話，咁我覺得你要算認一個世界嘅話題就係，如果一個車廂即使關愛座嘅人100%都願意去做啦，但係其他座位嘅人唔願意嘅，雖係願意。佢令我 remind， 即係我諗一個政策，呢個都有一個爭議政策，就係都係關於列車。日本曾經出現，即係而家都有一個叫女性專用車廂。咁女性專用車廂個原意都係希望保護女性啊，然後免受一啲性侵。咁但係呢個政策備受批評嘅一樣嘢，就係因為佢 highlight 咗呢個車廂可以係一個好理想嘅環境，但係佢對於所謂嘅性侵或者風化行為嘅本質其實係冇針對過，即係可能反而甚至好似默認咗佢喺女性專用車廂以外，係咪女性受到性侵或者就不被保護呢？即係我覺得，如果正方今日你哋本身想將關愛座塑造到係一樣，我哋係建立喺呢一堆對於隱性需要嘅人嘅歧視底下，去幫助嗰班我哋叫做明顯地有需要嘅人，我覺得政方今日喺呢方面嘅算盤要多啲。反而咁，我覺得政方喺操作上咧，有好多時候你嘅反應係好快嘅，但係我覺得嗰啲反應就會變成喺一啲相對枝節嘅位入面糾纏。例如你會好快地即時用一個我覺得比較邏輯性嘅方式嚟評判啦，講嘅就係嗰啲輸打贏要啊，又或者係技術上你講多啲措施，如果真係成立，點解唔直接用嗰啲措施啊？咁反而會有少少影響咗你本身最想建立嘅嗰個價值。咁反方咧，我就覺得操作上係容易啲嘅。而家我哋批鬥緊嗰班，例如有一啲長者或者一啲人士，佢會批鬥嗰啲坐喺關愛座讓座嘅人。OK， 咁呢個係批鬥。但係後邊你想帶出嘅第二重意見就係、是，呢一班真正有需要嘅人士得唔到幫助。OK， 咁佢得唔到幫助本身係一個損失嚟嘅，唔係我哋有需要嘅人士。咁但係後來你嘅側重點就變成到成批鬥呢班人，幫邊呢班人真正。即係我覺得你將兩樣嘢平衡，咁所以變咗就不斷重複批鬥批鬥呢個字，咁反方就變成好容易捉到批鬥呢樣嘢，批鬥同埋本身都做過啦。咁我反而覺得正方你應該重視嘅唔係在於批唔批鬥呢班人，而呢班隱性嘅人能唔能夠獲得幫助，係咪你今日關愛咗想幫助？因為今日反方嘅原意都係佢想幫人啊嘛。咁因為我想幫人而唔係淨係幫嗰班叫做長者，咁我覺得呢一度其實今日正方喺後面嘅處理。但我覺得反而反方今日去處理批鬥呢一樣嘢嘅時候咧，亦都只係好空泛咁，即係因為我覺得呢個攻擊有時比較忙嘅，就係即係問佢啊，你有冇數據或者批鬥係唔係都存在？正方曾經嘗試演繹嘅就係呢樣嘢深化咗個批鬥，或者你批鬥嚴重咗。其實你反方後來就冇喺呢度再跟進。咁當然正方覺得喺呢度你如果有深化批鬥嘅話，你一定要講到比較具體嘅數字或者現象咯。正方咁只係好弱咁描述話，你得閒試下攞部手機出嚟撳，見到幾多咁，咁就會變成係靠我自己嗰個常識去判斷呢一樣嘢。咁所以喺呢個所謂具體現象上面，係咪真正有一個好嚴重嘅批鬥情況，又或者係呢班隱性嘅人佢真係幫唔到從而令到社會好多嘅問題咧？我覺得要全面停咗喺度，所以變咗相反反方會比較簡單地可以同你講，係佢都有呢啲現象啦，又或者啲現象都冇似乎不造成一啲好嚴重嘅破壞啊。例如就算你咁講，佢哋用嘅方式好，即使我都有少少唔係咁真係正面回答你啦，佢個方法係咁有邊一個呢啲嘅弱勢社群人士，佢哋自己都話要取消呢個關愛座啊？咁即係我覺得，但係佢都似乎呈現，就算有啲隱性嘅人幫唔到，又有啲咩好具體嘅問題咧？又或者係都起碼幫到個班長者啊？咁我覺得政方可以嘗試多少少講就係，例如啲長者同埋孕婦，佢哋坐關愛座嘅時候，會唔會都有人覺得有溝通唔好嘅時候之類？Thank you.
佢邊個地方係應該針對邊類人咧？我會覺得係針對比較需要，即係例如傷殘人士係啊，或者咁但係你一開始咧就可能係我聽到啦，最先翻我就係因為最緊要咧就係可以解決到呢個網民呢類咁網民呢類嘅問題。首先咧係咩咧？就係一啲即係被關嘅人啊。咁其實咧，我覺得呢個焦點係呢個嘅，因為你應該呢個議題嘅定位第一定係對一啲需要嘅人啊嘛，需要幫助嘅。咁你解釋唔到，即係我哋而家想要幫嗰啲傷殘。要去幫嗰啲被批鬥嘅人，咁係咪我哋要關懷咗被批鬥嘅人、被批鬥嘅承受或者佢嘅後果，而唔介於對於傷殘人士有得坐，即係有需要嘅人雖然得坐，但係冇得坐呢樣嘢，我覺得係有問題嘅。咁所以你一開始嘅時候就選擇咗就係我哋關懷咗係會激化咗呢個批鬥文化，咁我哋而家要之後就即係文化嘅人睇一下先可以解決到啦，不如就取消佢。咁咧就可以回復到呢個批鬥文化啦。跟住下一步咧就係我哋應該可以推崇全民嘅讓座，唔需要關愛座嘅，所有位都可以讓嘅。咁但係咧去到某個位，你有冇解釋到即係正如之前有位同學講過嗰個烏托邦嘅環境，即係點樣推動嗰個教育，可以做全民讓座呢啲有冇解釋到？咁即係最後咧，其實簡單嚟講就係啲傷殘人士咧係冇被幫助嘅，係啦。最後佢係原本都有三成機會係有人。或者係有個關愛嘅我，而最後咧冇埋嘅話咧，其實坐啲半半埋。咁我覺得呢樣嘢基本上你話講開收嘅咧，其實都嗰個安全都係穩固啦，或者都唔使咁。另外第二個方我想講咧，大家我自己認為啊，大家兩方面咧都有一個位，我覺得係有少少失焦嘅，就係究竟關愛座係咪等於弱座咧？係啦，其實關愛座係。其中一 part 係有個關愛座，就有啲人坐咗落去就讓座啦。咁呢個只係得一半啫。其實一半另一半咧就係本身關愛座都一個專為有需要人士而設嘅座位嘛。咁其實大家放喺後面嘅時候又係喎，就係如果我哋冇埋啲關愛座，即係我哋唔特別設啲關愛座啦。咁即係話喺巴士站近門口嗰啲位，冇標明係俾傷殘人士坐。簡單而言，如果話所有傷殘人士或者有需要嘅人上咗車之後，其實係有個吉位居坐咧，其實呢個一定係好嘅，我覺得係啦。已經下一步先係有人坐咗，需要讓座，或者係咪有好多啲人表面上睇冇需要坐落去嘅，係有呢啲嘢係往後嘅事啦。咁咧，其實正方係完全冇去考慮到呢樣嘢啦。其實反方我唔知佢專登唔講，定係後面先發現講出嚟咧。其實我都可以做呢、這個關愛座不等於完全係等於讓座呢樣嘢，本身嘅政策都係譬如你去日本冇人坐嘅關愛座。就算成架車坐滿曬，都係跟咗兩個位嘅，因為就係有個大好多上車時候，你都唔牽涉佢讓座，就一上嚟時候邊有位坐啊嘛。咁當然你往後討論到就係、是、咁如果成架車又冇有需要嘅人士，有兩個位係咪正常都唔可以坐，定係應該坐咗見咗有需要嘅人士先讓座咧？我覺得已經係後面嘅啦。咁呢個兩方面咧都係有少少好似唔堅定咯。即係如果你哋一早係肯定呢個係一個方嘅話，你點樣行先？但係如果你中段先諗到，咁我覺得都好過冇啦。但係又唔係太理想。咁但係正方其實就完全地就係關愛座嗰啲讓座讓座，冇讓就俾人批鬥，批鬥咧就慘啊啲人。咁最後犧牲嘅就係啲有需要嘅人啦，埋上嚟嘅嗰個性質。咁簡單講正方主辯咧，我覺得你比較緊張，你左手好似都教冇曬力嘅。我覺得其實你應該贏。即係你有好多親和力咯，你聽我講嘢，我覺得係好舒服嘅，聽得。唯一就係左手你試下訓練下，即係少量動作，係啦，我都做啲，係啦，即係你，我覺得係比較實質。即係有啲人講嘢冇內容嘅，大家都覺得話好似表表道理。倒翻轉咧，有啲人講嘢好有內容嘅，但係你講完之後，哇，
部裏面係比較好平衡嘅，即係你發得嚟，我又聽佢講咩，邊啲左手右手嗰啲小動作係 OK 嘅，咁另外就係打波結辯都係你嘅 presentation 係咁多句對手都係最舒服嘅，不過你應該可以再強多少少，即係同阿第一、第二嘅對即係交翻個故事啦。咁我哋係啊，咁我大概請問你問我想聽下。請問有冇人可以睇睇我？有冇人可以睇睇我？一、二、三，可以。